队要登场的是张若昀以及陈美玲以及张敬贤，还有一身喜气的象征。今天是文化界还有台湾影视圈还有很多歌仔戏爱好者的大日子哦。来，我们的媒体记者先生小姐拍照，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。太近了。好，我们稍微靠拢一些些好吗？今天阵容真的太庞大，好近哦，太接近了。稍微后面的演员，主要演员们可以侧身站着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入镜，让我们的摄影大哥大姐们有最完美的角度好吗？可以在我们的媒体上来呈现。这张照片出现，就表示台视频道9月24号众望所归。万众期盼，台视出品一定是必属佳作，而且相隔16年，我们杨丽花的歌仔戏再度要和大家见。花一走来干管事，很干。市长好，还有市长好，还有在座的各位贵宾，大家好，还有记者先生、女士们，我是陈雅兰。我给我反光中的女八卦。暌违了16年的杨丽花电视歌仔戏，终于在9月24号晚间8点在台视播出。这出戏呢，从发想剧本筹备到今天，大概5年多。五年外时间咧，这就是经典的好戏。感谢文化部这么的力挺。杨阿姨说，政府这么支持歌仔戏。支持台湾戏曲，他一定要全力以赴，加倍奉还。结果呢，全力以赴到加倍奉还，差一点就请假。我不动哦，我不动哦，因为真的还好，有我们在场很多企业家，他们有侠士精神，也感动杨阿姨的付出。所以呢，他们除了替台湾拼经济以外，他们也重视台湾文化，非常谢谢招丰董事长、张昭顺董事长，谢谢大金董事长、朱一中董事长，谢谢申宝董事长、陈董事长，还有我们的基家庄张董事长、李董事长，以及我们美孚食品李董事长、台纽食品的李董事长，以及我们联合文创。今天到现场的呢，是之后要支持我们的，欢迎广告教母余香。余香老师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还有我们远东巨城百货的李进芳李董事长，欢迎。以及我们台湾莱雅集团总裁陈敏慧陈总裁，欢迎欢迎欢迎。以及我们前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冯明珠冯院长，欢迎欢迎。还有我们前 GFMBA 的执行长赖香菊赖执行长，欢迎欢迎。感谢大家，真的有你们的力挺，这部戏才能在明天晚上播出让大家看。那我觉得在一个以收视率挂帅的演艺圈当中，我们不跟收视率比拼，因为台湾文化是没有敌人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今天真的非常感动，很多电视台的长官都到现场，感谢公广集团董事长陈董事长，以及我们三立电视台，还有八大电视台、纬来电视台、东森电视台，还有龙华科技，谢谢你们。感谢感谢。谢谢。也非常感谢台视董事长黄松董事长，他全力支持。他说忠孝节义一定要透过各个电视台散播到各个角落，甚至借用你们的平台优势散播到全世界，让大家认可唯一源自台湾的戏曲歌仔戏，让它发扬光大，好不好？好。谢谢，今天真的非常感动。看起来从这个角度看，其实雅兰姐的眼眶有一点湿湿的，闪闪发亮。天天都在湿湿的，因为我觉得这部戏我们这么精心，其实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杨阿姨的理念，她希望经典保存，以后可以当教材。所以呢，忠孝节义我们是分成了4个单元，然后4个朝代。人家一个单元一个朝代可以做200多集，我们只做20几集，那真的不是三个大人四个孩子。但是
我觉得他的利益就是希望说忠孝节义能够深植人心。以前呢，台湾是阴卡吧，现在呢，大家潜在的忠孝节义都被盖住了，掩盖住了。他希望这出戏能够唤醒大家的正能量，让我们台湾更好。好，太好了！哇，这个雅兰姐这样介绍完之后呢，大家很万众期待，想要目睹一下这部戏的这个片段。对，我们有剪辑了四个单元的片段，忠是万古流芳，孝是大顺耕田，孝感动天。对，节是断机教子，义是路遥知马力。如果有缺点的地方，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教，谢谢。好，所以待会这个十二分钟的片段花絮，让大家先睹为快了。那么提醒大家，今天也特别提到这个360度的环境，我们杨团长特别选的，对不对？是，一定要到美孚大饭店来，因为这个360度的环屏会有震撼力。对，这个视觉的震撼效果，相信大家现场可以感受得到。那顺便提醒很多的媒体采访，还有摄影大哥大姐，我们这个完整的片段会稍后在会后呢，先由线上可以下载的方式，给各位最高画质的片段，所以现在就拿静静的欣赏这一段我们12分钟忠孝节义。OK， 这个画面非常的精致优质，这个而且它的主题曲每一段歌曲听的真的是鸡皮疙瘩，所以规格非常非常的精致，质感很好。歌仔戏绝对不会像大家以前所说的老 Coco， 真的里面有 Rock， 所以借由这四个单元，然后杨阿姨呢觉得说她一定要留住台湾的人才，所有的刺青人才，还有服装，还有你们所看到的所有一切，还有刚刚在第二单元，因为孝感动动天是24孝的第一孝。那上古时代很多天柱，只要你有帝王像就有天柱，要大象来帮忙耕田。这个时候以前杨阿姨说我们的戏曲可以用布偶，现在假不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全部都电脑动画。哦，电脑动画刚刚好像在片段中间有看到。 对， 对，那在这个电脑动画当中，我们花了很多心思，也谢谢染色师，他们今天也到现场，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。鼓励鼓励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这个是幕后非常非常大的工程。对，先介绍他们两位，因为等一下我们有精彩的动画，他们的制作过程给大家看。如果不好，你就找他们两位啊；如果很好，就给他们拍拍手。雅兰姐真的太谦虚了，因为我觉得刚才看好多场景，像一个是好像在一个深山野岭，旁边有瀑布，一瞬间以为是看到什么魔界的场景，所以他们真的非常用心，对不对？对，他们都觉得我们去非洲拍戏去骑大象，其实全部都在台湾拍。而且动画真的一格一格在那边精雕细琢，真的不容易。做出这样的优质戏剧已经不简单了。我想要请教大家，这出戏是不是给大家很有面子？有。这是不是我们台湾的骄傲？是。真的，在有限的资源之下，真的还非常感谢很多董事长的支持。哎，没关系，因为国宝要出来了，我可以到旁边偷哭。真的。是宝刀未老，对不对？还有我们这个帅哥，好几块盖地呢。
就是台语不好，多练一下，去应征一下。我觉得老帅没话讲，好朋友，谢谢。我明白，等于麻烦。无麻烦，吼，哎，十六年无看，大家拢足紧张的，大家嘛足欢喜的，你知道。这摆欠算我第十位。我演一个土匪啊，大家拢演正牌，我就演一个土匪，啊，差两三刀就上台戏啊。叶斌就跟土匪无两样。差不多。那是是是，好朋友拢会拔刀相助啊。不，应该的，为台湾的歌仔戏文化继续的努力。行过。没，就行过。还有我们在座的贵宾，八大公园来给我捧这个地佳的。我英文难忘啊！哦，掌声鼓励鼓励！阿姨，阿弟安尼不求名不求利，你啥物要来做这出中豪这边啊？是嘞，对哇，爱讲嘞。工作转来，我搁参加演出嘞。哎，对哇。啊，我来拜托你。你提钱大概比我较少。啊，我提钱哦，我是来去过客。为着咱的文化。这样讲，咱台湾的文化寡义，袂歹无的，爱搁继续来传落去。为甚我结婚唔退休，食到几十万还搁唔退休，即摆搁再出来，我唔是讲一句较歹听，唔是讲食老吼，别卖唱。我是为着文化搁再出来，拔刀相助，甲你同款。侠义精神。要来祥云宫，咱台湾文化变咧无诶，因为这忠孝节义物件，用着咱的戏剧会当带动囡仔、老人、囡仔欢喜，带动这个文化的教育。若有这个忠孝节义的人咧，就袂做歹人。尤其咧，那咱台湾人、中国人也好。那不要这个忠孝这个东西，中国人啊，因为艺术的物件，咱那个玻璃，这边安尼互社会乱想，阿什么阿孙的太阿妈，这听起来实在要真悲哀。这个教育是真要紧，我也感谢为着讲爱我的华语的观众朋友。这几年无见面啦，是不是？是。你十六年少？有。未记啊吼，你未记十六年，大家见面啦吼。我上网看。我大家拢算得准的。几年，你还没出来，你还没见面，你还没出来，啊，都想袂了。啊，所以我也曾经录言有讲过，我若会当拥有啊，活到八十岁，我嘛会出来甲观众见面。啊，观众朋友太想了。因为江山可以论寡义，我希望讲我咧，搁咧带头做一个模范。我希望讲支持者真侪，咱这大公司、大老板将来已经讲着真少做啊，为着这讲，大家都来靠支持。我再声过来甲你说多些，嘛继续搁支持寡义。我希望讲，互寡义的演员。佮希望讲，所有爱好歌戏的人会当有机会上电视，佮再新人佮佮传落去，我就无白费啦。因为有了我忠于歌仔戏，谢谢。鼓励鼓励！哇，传承歌仔戏文化，非杨丽花阿姨莫属啦。那阿姨，啊，即届哦。你看到拄只阮的片段花絮，啊，这些作品你有看吼？啊，这不是看俩，这拢阮家的，在阮厝内四海啊，人去争吃，阮那一块一块阮那吃。对，我还有咱的动画。我家是无看到，我但看了呈现。还有动画，动画我动画咧讲的就是讲，恁台湾来遮搞，台湾的动画做遮水。话讲，你个动画，因为为着这个大孙，动画真多。阿公提来去外国做，我认为讲，台湾我有做动画，咱提供咱台湾，爱用咱台湾的产品嘛，唔知做起来较水，外国人看讲，哇，台湾人嘛做足水的，对。人才。哎，我了。
那是简单几句啊尔，若继续有时间，你专门去看这个动画，确实足高阶，包括小秘密，咱的动画了起啊，伊嘛会输来宝哦。哈哈哈！很赞哦，真，有看到恁就知道。真好诶，日本图画反而越国际化，对吧？越赛季越国际，对吧？精心打造这个电视歌仔戏经典风华，是哦，赞啊！哎呀。啊，迄、那个你拄只看到咱播出的片段花絮，你家己拍几分啊？啊，你拍几分啊？不是我拍几分，是陈亚兰拍几分。这幕后的同窗之作。我来讲，就是讲为了忠孝节义，这囡仔一定真辛苦。啊，你敢拍几分？都要催泪了啦！你把球。好啦，我卖讲。一个位。后来我超屌，我那个球。太激动，你要讲实话，你要讲双双好成的。你是有这做这种，但是幕后我拢在讲感动。我来放工，我讲你干活哎，后摆你唔知未习惯，我都未习惯嘛。阿团阿是在做出来，嘉欣，你的叶书编的是台湾文化。啊，唔通，干那咱两个咧在意台湾文化尔，所有人拢爱在意，好唔好？好。哎，真的是很辛苦，而且其实知道，刚才团长也说了，不是只有现在看而已，整个过程都亲力亲为，还有骑马卡背，是不是？那我就想靠。加载过啦，我小步在那拖的，我小步要。但是我要定义我当有底嘛，所以买下过来是买受伤，不是我受伤。哎呀，啊你来骑大枪的？我大枪我骑的，我真是有去骑过大枪。你带过吗？你输钱。你那是在梦想。我打很多动物拢有胜过啦。哦，他死唔他死。看起真好，伊个摄影棚真正好。嗯，这是这大只哦。我讲一个笑话，因为我今日出花花正顺，花花正顺哦。因两个人啊，做一个大翻牌，出来生活，真是你掠一只青的好料。这大只哦，真是几摆有影，大家走无路，真歹伊个事哦。讲堪咩啦，讲啦，死难堪咩啦。卡梅拉输拢输掉，虽然无看半个，我输到甲这只好，啊一个输嘛用表伊要搁礼拜，我演你，伊蓬莱去等，我是演员，甲坐放落，我伫讲话啊唱歌，唱歌你也无遐尼好，我嘛家己心理上哦，所以若唔拄好个唔拄好，我是要安怎嘛，我有看一条。我准备要叫大叔仔，我那那个录音带瑕疵，我搁进来，进来我就爬起来搁坐，我想哎呀奇怪，我那拢差不多无半个，哎呀，那正常啊，叫脚步拢无半人。拢通球走，他们哪拢走走，伊镜头个锁死，我咧演着，我安尼袂使，安尼我是变哪落啦？竟然有这款情形啦！啥人拢惊，干那我唔惊尔。所以阮做伊个脚步后壁，有这个精神领袖把阮排掉的，阮即马就较快活，阮即马完全电脑动画拢唔免惊。哎，确实嘞，确实嘞，代志。要感谢现代科技啦，对啊，科技啊，所以说传统跟科技无缝接轨，呈现出这部忠孝节义是非常难能可贵。希望我们用心制作的这部戏是想经典流传，请各位媒体先生，还有我们的所有的贵宾口耳相传，让我们台湾文化代代相传，好吗？好，记得台视频道9月24号礼拜二晚上8点钟准时。播出忠孝节义，请大家拭目以待哦。所以今天这个是一个历史，是一个时刻，是一个经典，即将被大家揭秘。所以我相信今天的这个首播记者会，一定会在台湾的电视史上留下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。所以，你要不要多一点？
这边，来两位左边啊。好，先看他左边是数组长。好，左边这边。好，右边是数组长。来这里，中间。好，最后看牌是中央。来中间这里。好，现在是中央。他换 pose 了，右边是太帅了，小妹。右边四十五长，左边四十五长。好，那这边我们要采取规定，要采取哪一次来合照喽？那请的是文化部的董事长，以及我们的柯市长，还有台视的周总经理，以及观光集团的陈董事长，欢迎我们的董事长以及兰姐一起来一张大合照，有请。小镇前方。左边四十五角，左边四十五角。来左边哦，左边四十五度角。好，中间。好，我们回到中间。我跟你个人拍哦，跟你下段后面都拍到。好，右边四十五角。好，请小朋友先留步一下喽，还有更多的贵宾今天是大合照，再度邀请的。来，看左前方哦。好的，好的。小姐的综艺，她是个好闪的，她是。